皇上，皇上，不要笑，皇上，您刚刚说要有东西。李臣妾，是什么呀？你刚才一直在卖关子，现在总可以拿出来了吧？臣妾都快等不及了。珠子好好看呐、啊，皇上，还发着淡淡的光。皇上，这难道是夜明珠吗？喜欢喜欢，当然喜欢。皇上送的东西。臣妾都喜欢，不过臣妾最喜欢的还是皇上您啊。皇上，朝中，您先要处理很多的事务，臣妾不能，也不希望你为了我而耽误了朝政。但是，只要在皇上的心里挂念着臣妾，臣妾会觉得皇上是时时刻刻。陪伴在臣妾的身边，这样就够了。啊，皇上，你怎么了呀？你哪里不舒服呀？有点发热，皇上，您真是太过于操劳所致。臣妾都叫你平时要注意休息了。不用了，皇上。御医不是给你扎针，就是给你吃药，而久而久之，对身体也不好。臣妾入宫啊，在家里的时候，倒是听过一种缓解头痛跟发烧的办法。百试百灵的，让臣妾来帮你吧。
上，臣妾先扶你到床上躺下。以前你也没有问过臣妾，而且皇上大多数头疼的时候是直接传唤太医来为你医治的，当然不会想到臣妾，所以自然就不知道了。
刷，神仙给你按的还舒服吗？这个力道是不是刚刚好？和尚，你若是喜欢，神仙就天天给你按，就怕你天天来臣妾这儿，时间久了会烦臣妾呢。臣妾在开玩笑呢，皇上，你可别乱动，我这还没做完，不把整个过程完成是起不了作用的。